这里泡给它收汁，我们就可以上了。哇，这样，家里有小孩的，看过来，今天邱师傅跟你分享简易版的酸甜鱼片。而酸甜鱼片呢，我就用了石斑鱼片，我给200克。之后呢，蒜头我们给半粒，这里呢就有五种的颜色，有青瓜啦，有番茄啦，有大葱啦，还有灯笼椒的。之后呢，我们准备一颗蛋跟生粉。 好，第一步我们先腌制鱼片。OK，把鸡蛋打散，我们给点盐下去，给少许的冰糖花下去，再给少许的胡椒粉下去。OK， 这里先捞均匀啦。OK， 捞到鱼片吃到味道了，已经起粘性了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给适量的蛋液，不要太多。好，给鱼片腌制5分钟。 灯笼椒呢，我们就把它切成角形的。好，青瓜开一半，然后我们切一点出来摆盘，再开一半，番茄切成角形。 给半粒的大葱，然后蒜头我们排一排，剁成蒜泥另外放。OK， 把它排好，放在旁边。好，现在就可以把鱼片沾粉了。 记得沾粉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把鱼片遮在一起啊，打开它，沾上干粉。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准备一个酸甜酱的调味纸，非常简单啦、啊，6汤匙的水，1汤匙的番茄酱，1汤匙的辣椒酱，1汤匙的酸梅膏啊，再来1汤匙的冰糖花，放冰糖花下去煮呢，吃上来呢就不会死甜。 给它搅拌均匀，我们放半茶匙的风车粉下去。好，准备一个油锅，油烧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放鱼片下去炸了。炸斑片呢、啊，一定要有一点耐性，其他鱼片我不敢讲，但是斑片呢，你越蒸它呢，它就越厚的了。首先呢，我们下锅的时候油一定要够少啊，如果油不少的话，会脱粉的。然后放了下去呢，我们就可以关最小火来蒸它，蒸到它你开始看到它发膨胀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们再开大火。 炸到那个鱼片足够脆、够生，炒出来啊，很好吃的。OK， 这里我们继续蒸它啊，我们开中小火蒸它，蒸到够生。然后这里蒸到差不多了，我们就要开大火了啊，开大火给它一点时间，给它烫上来，这样呢我们炸出来的东西才不会含油的。现在我们炸到金黄色啊，我们就可以起了。哇，这样。 但如果我们的酸甜鱼片那个卖相要美的话啊，我们的配料就要来油。在家里呢，这一个步骤可以不跟啊，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拉油的话呢，我们不放下去煮呢，它就不熟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全部把它放下去一起煮的话呢，那食材呢就会太过软，这样煮上来就不好看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起锅烧油煮酱汁了。OK， 给少许的油啊，先把蒜米爆香。蒜米爆香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汁放下去了。这酸甜汁呢，我们要煮一煮的，煮给它有一点浓稠。我们要的效果呢，就是汁包着鱼片，鱼片还是脆的，这样就是成功的一盘酸甜鱼片了。OK， 这里我们熬它一个2分钟。好，开始浓稠了，现在我们可以把鱼片放下去啦。OK， 收拾，炒一炒它。 好，再把其他的食材也放下去，这里泡给它收汁，我们就可以上了。哇，这样，好，起，哇，这样哦，好，一道简易版的酸甜鱼片完成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煮给你的家人吃，把这个video分享出去。